亲爱的孩子们，大家好！值此林芬红丝带学校建校10周年之际，我呢如约收到了你们的信函和视频，学校的近况跃然纸上。童音银耳，自信阳光，往事历历，令人难忘。命运无情，人间有爱。10年前。 有一群像你们一样，因为家庭都遭不幸而面临困境的大哥哥、大姐姐们，带着受伤的心，踏入有爱心人士初创的红丝带学校。在这里，他们抛弃了自卑，收获着开朗，褪去了单薄，日渐茁壮。 无惧风雨，锤炼刚强，展示自我，绽放光芒。你有爱，我有爱，大家编织红丝带，你伸手，我伸手，大手拉小手，携手同心走。10年来，在各级党委、政府和社会机构、爱心人士共同努力下。 共计有近60名学子从这里母爱成长、追梦成真，像涛涛、瑶瑶、翠翠等10余人考上了大学，小慧呢还开启了读研之路，真是令人高兴啊！这期间，我曾探望过他们的家园，擦拭过。 他们的泪水，感受过他们的坚强，更分享过他们成功的喜悦。他们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，更是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。爱心需要传承，教育贵在接力。我欣慰地看到，在林芬红丝带学校建设者的行列里，又增添了。 亮丽的身影。有的呢是反哺母校，有的是女曾副业，他们接续的是爱的传递。孩子们，比之于10年前，你们是更加幸福的一代。就在今天，红丝带全日制9年义务教育学校正式的成立了。 绿水青山的校园环境，新颖专业的多功能教室，现代气派的操场，我真想再次回到你们的绿色港湾，与你们分享快乐，分享爱。孩子们，林芬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 愿你们在这片历史悠久而富有生机的土地上，开启心智，传播爱心，快乐的成长。在这里，我祝福你们，让我们永远在一起。